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喜欢北大西洋的独特风光，那么本期分享的这座位于加拿大东岸的 Strum Island 一定不容错过。Strum Island 位于新斯科舍省南岸，临近风景如画的马洪湾镇。该岛距大陆仅3分钟船程，抵达大陆码头后，驱车约5分钟即可到达马洪湾。这座占地10英亩的岛屿环境静谧，景观精心修剪，花园美丽如画。岛上设有温室、步行道以及成千上万的本土树木与植物，提供了一个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完美环境。Strum Island 上的主屋占地超过9500平方英尺，分两个阶段建造而成，雅致的设计将质朴元素与过渡风格完美结合。主住宅设有2层起居空间，包括多个宽敞的客厅和休闲区。3层为豪华的主人套房，设有宽敞的卧室、私人休息室和独立浴室，尽显奢华与舒适。4楼则设有一个360度观景塔，顶部是传统灯塔风格的寡妇走道，可尽览四周美景。住宅内共有6间套房，每间套房均配有独立浴室和充足的自然光线，提供极致的私密性和舒适感。进入主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独特的胡桃木雕刻酒吧，其精美设计令人赞叹不已。室内装饰开放，设有媒体室、锻炼区和一个设备齐全、令人印象深刻的厨房，既能满足大厨的创意料理需求，也适合私密的周末早午餐。此外，主屋还设有一个带酒吧和标志性壁炉的壮观大厅，非常适合举办社交聚会或家庭聚餐。管家储藏室为日常生活提供便利，图书馆提供了理想的阅读空间。你还可以在带热水浴缸的玫瑰小屋里放松身心，或在船库小屋中储存和维护船只和其他水上活动设备。岛上还设有船屋、海滩小屋和员工宿舍，为客人或其他用途提供了灵活的额外空间。外部设施包括多个甲板、用餐区和一个码头，适合各种户外活动和娱乐。岛上甚至设有直升机停机坪，方便高效的交通往来，让你可以随时享受这片宁静的私人天堂。Strum Island 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安全性、隐秘性和可持续性。该物业提供全套家具，包括2艘船和所有内部陈设，并配备备用电源、暖气、食物和水源。此外，岛上的补给通过船只和码头运输进行，也可选择直升机抵达，确保您在这里可以1年多不离岛。Strum Island 是永久产权岛屿，目前以1150万美元（约合1580万加元）的价格挂牌出售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